今天太阳真是打西边出来了。你有蚂蚁，你有蚂蚁，教练，我还真以为你转了性学好了，现在倒好，学会改分数了是吧？什么改分数？我没有啊，教练。别狡辩了，监控都拍到了，你昨天晚上去教师办公室干嘛了？我只是想去看一下老师们什么时候突击检查，但是改分数的事情我真没做。还抵赖？你这事儿，往大了说，是缺乏个人信用，违背了体育精神；往小了说，是你做人不诚实，人品有问题。大家都想留下来，你这么做，对得起其他人吗？对你太失望。教练。是，偷偷去办公室翻东西是我不对。但是，什么改分数的事情我是真没做。教练，我知道你一直看我不顺眼，一直都想赶我走。不劳烦您费心。我自己会走，这段时间给大家添堵了。许天一，你冷静一点。低个头会死吗？你不想留在队里了吗？我没有做，我为什么要承认啊？留下来才是最重要的事，不是吗？我明白了，你也不相信我是不是？